当我待字闺中的时候，常常有许多快乐的幻想，像这样的私人小酌正是其一。而且我以为这肯定是婚后最频繁的活动，没想到经过了这么许多曲曲折折，咱们四个才终于头一次相聚小酌。我觉得这应该好好的干一杯。好的，咱们干。你放心吧，这个事儿今天算是开了个头，以后可就没完没了了。到时候你和启轩别嫌烦就行。咱们欢迎芝芝，对不对？咱们哥俩的敬堂夫妻。好，有几句祝福的话搁在心里这么久，今天总算是有机会一吐为快了。你们的姻缘是天生注定的，仇恨免不了，大火烧不了，河水淹不了，咱们众人想挡也挡不了。如此真情人间难觅，好好珍惜。哎，我们干杯，你们随意，好不好？来。好，好，好极了！哎，来来来，倒酒，倒酒，快，倒酒。快到了，小姐，你这样喝，待会儿就要醉了。那就醉了，上回喝醉，那是人生至苦。这回，我想应该说是人生极乐。那么醉又何妨呢？来，换咱们千里万里跟红达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咱们的聚会会越来越热闹，两位的身边都要多个人，成双成对的才好。这个嘛，可能要花点时间了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什么？啊，这位请慢，小贝，再倒杯酒来。哦。你这是搞什么名堂？姑爷，你先坐下来，跟咱们一块儿喝了这杯酒。少爷，别难为情，你跟万里的事儿，迟早让大家知道。少爷，先坐下来，习惯习惯。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啊，紫嫣跟活菩萨是一对啊！好小子，原来你已经一声不吭的另起炉灶了，我这还一个人在这傻乎乎傻等呢。这下好了，你们是一边成双，一边成对。哎，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喽。哎。小佩，来来来，干嘛？搬张椅子坐到我身边。嗯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坐你身边，那不是跟你变成一对儿了？怎么，你不乐意啊？我为什么要乐意啊？我早说过了，我要一辈子跟着小姐，才不嫁人呢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就算帮我一个忙，暂时坐在这儿帮我充充面子，别让我这么可怜呐。好了。那好吧，哎，可你不能当真哦。你要是再啰嗦，我可就当真了啊。快搬个椅子坐到我身边，给他们看。你们不要笑嘛。好了好了，咱们正正经经的敬万里跟紫嫣一杯，希望很快就喝到你们喜酒。我也希望能很快请大家喝到我们的喜酒。
我在想，我想什么呀？我好久好久没有出去站在阳光底下了，所以待会儿酒足饭饱之后，你们愿不愿意陪我出去走走？我想去看看山，看看水。好啊，十二万分的愿意。嗨，那还等什么呀？咱们现在就走吧。说不定啊，人家还愿意在咱们游山玩水呢，这不是挺惬意的吗？这主意蛮好的，咱们已经走了不少的路，我真的担心你累了。假如你不介意那位船家的话，咱们就去坐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跟船家商量商量。你们几位啊？我们六个人。成啊成啊，我载着你们打这儿直上下游，一个人十个铜子啊。行啊，好好好，来来咱们上船吧。来来来，哎好，慢一点，小心点啊。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点慢点。谢谢啊，船家船家，如果多加我们三口成不成啊？哈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这么大船稳得很，人多才好呢，我也划算，你们也热闹些嘛。啊，谢谢了谢谢了。好，我们上船吧。好热闹啊。哎呦，咱不坐。船家，对不起，这船我们不想坐，你让他们三位坐吧。不不不不，你们先来的，你们坐，你们坐，来，我们走。别别别，客官，您别客气。不不，人家要坐船嘛，人家也要戴面具玩嘛，你的面具借我戴戴好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打我的孩子。他有没有做错什么？坏物！启轩，我们走。启轩，启轩，不要靠我！没事，慢点，拿去。不要碰我！启轩，我为什么要出来？我为什么还要出来？
别人不是把我当成鬼，就是把我当成怪物，我为什么还要出来啊？走开啊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启轩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你走开！我为什么要出来？我为什么要出来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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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出来？晚饭没吃，又不许人打搅你，弄得我好担心。你不用再担心我了，你明天就跟你娘回四安去，再也别回来。明天我要去布庄一趟，捡几块料子。你知道，天气渐渐转热了，我想跟你做几件夏天的衣裳。你明天就回四安去，然后再到扇子铺去看看，再顺道去买几斤茶叶。住口！不要再跟我来那套什么个性歧视了，说什么让时间来证明一切。我告诉你，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等的，它的结果根本已经是很明显了。像咱们想要生活在一起的这种事儿，就叫做异想天开，它不可能也不会成功的。不如咱们早一点面对这个事实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请你不要放弃。回来了以后，我也左思右想了很久。我知道，当你提出说你想出去走走，那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，你也努力的想要尝试改变呢。那是我犯的一个最大、最荒谬的错误，行了吗？不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太感动了，因此没有顾虑到。这么做太冒险，也操之过急了。我是你最亲密的人，如果你在我面前都尚未跨越心中的障碍，你又怎么能坦然面对外面的陌生人呢？所以我根本不该陪你出游，是我太欠考虑了。可是我既非大夫，也不是什么专家，我不是什么都懂，更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啊。我所能做的，就是陪你一起摸索，一块跌倒，摔得皮破血流。但是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扶我，我也可以扶你啊，咱们再站起来嘛。你到底想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很伟大？一点也不，你残忍极了。你把正常人的框框硬套在一个残缺人的身上，然后。你要他这样的努力，那样的拼命去塞满这个框框，他永远都塞不满，因为他就是残缺的。所以，请你把这个框框从我身上移开吧。我不要阳光，我不要山水，我不要朋友，更不需要去面对什么陌生人。我就一辈子待在这个寒松园里，我再也不要听人家说，这个人好奇怪，这个人为什么戴着这个面具。我也不用忍受别人拿着怪异眼光看我，
不用恐惧自己会像鬼怪一样吓着人，更不用悲哀的让人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，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乔，你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些事实全都会充满在生活里，一次又一次的发生，一遍又一遍砍杀你对我的爱。不会，不会的。我老早就预言过了，我千方百计拼了老命要躲开这条路，可你偏偏要走，偏偏要闯。那我不走了，不闯了吗？好不好？我就陪你一辈子关在寒松园里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我不回，我就是要在这儿。我是你的妻子，你赶我不走，打我不走，你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是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永远不会死心？那好，那好。你看，你敢再死一次？你敢？我只要挖空心思，浇盖我的热情，却仍然无法把你点醒，那我也无能为力。你是要收拾东西，你肯走了？我身上还看不够吗？我不准你再到这个悲惨的世界里来，听到没有？你发誓，你快给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糊涂事了。你发誓，你快发誓啊！不要叫我发誓！你既然这么害怕我残害自己，那我就想法子克服你的自卑，要一个健健康康的我。如果你再想把我从你身边推开，那我别无选择，只有闯进悲惨的世界里，跟你一起做个残缺的人，任你怎么挡也挡不住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！那么你要怎样的我？你要怎样的我？你说啊！你说啊！
我要健康的你，我要健康的你。决定要对你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在你的面前摘下我的面具。如果我不踏出这一步，我想我永远都健康不起来。后退，不管你戴着面具也好，不戴面具也好，我都是你最亲近的人。只要你准备好了，你就摘下面具。我是不是？不论是从前那张俊秀的脸孔，还是戴着面具的脸孔，还是现在这张脸孔，你都是我的启轩。我爱启轩，所以我爱那张俊秀的脸孔。戴着面具的脸孔，更爱现在这张脸孔。什么家？搬到哪儿去啊？我是说，我要从迎风馆搬到落月轩去。这是真的吗？
谢谢你让我的儿子笑了，谢谢。石鹏啊，娘，赶紧去办两样事儿。您说。第一，叫人把大厅布置起来。第二，马上派人到韩家去通知他们，说今儿个启轩跟乐美要重新拜堂。哎，对，真的是好极了。上一回啊是抱着牌位拜堂的，又悲惨又不吉利，这一次啊咱们要喜气洋洋的真正拜个堂。拘泥这么多规矩，我喜欢看见每一张都是笑脸。好，静一静，我还有一件事儿要宣布呢。紫嫣，你过来。你也过来。启轩，是不是你？别猜了，快过来吧。快过去吧你。来，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非常疼爱紫嫣，
而她在咱们柯家的地位，早就超过一个做丫头的身份了。所以今天我要趁着大喜的日子，让咱们柯家再添一桩喜事儿。我要做主，把紫嫣许配给万里。好啊，好啊，喜上加喜了。太好了，万里，你听着，回去让你爹选个黄道吉日到咱们家来提亲。我可是要把紫嫣当做嫁孙女儿似的郑重其事，知道吗？是，奶奶。老夫人，我什么都不要说了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老天爷已经原谅了你，我也原谅你了，你没罪了呀。我不能亲口对你娘说对不起，我只好跟你说，紫嫣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吧。我原谅你，原谅你了。她可是我真正的孙女儿啊，你好好的待她，知道吗？奶奶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哎，你们一个个都成双结对了，看来啊，我也得加把劲儿喽。那么过两天咱们请郭家小姐吃个饭。啊，又要相亲呐、啊、您还是让我自己找个对眼点的吧。首先我要为你盖一座梅园。嗯，我很喜欢。然后我在里头养一只白虎。这个不好不好，你看我有绣瓶啊。我只要这个绣瓶就好了。好好好，还有啊，我想把咱们上一代到咱们这一代的故事仔仔细细的都写下来。你动笔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应该动笔，你有这方面的才华，不要埋没了它。如果我整日伏案书写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可以为你裁纸磨墨，也可以为你洗手做羹汤，也可以为你缝衣做鞋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还想为你缝制几个布面具，让你戴起来更舒服一些。另外，养儿育女，你还怕我会闲着吗？
替我画了一幅多美好的远景啊！不远了，他们很快的就会一一实现了。直播可能受伤，老猴子吓人呢。是啊，是不是脸上有伤啊？他怎么有秘密脸上啊？是有伤吗？没事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对不起，小姐，小姐。哎，娘，快点啊！对不起，我无意中吓着你的孩子了。我的脸是被一场大火烧伤的，很难看，所以我必须戴着这个面具来遮丑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让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走，我们走吧。喜轩，你真是脱胎换骨了。乐美，你真的把他给治好了？今晨所至，今时为开。《鬼丈夫》全剧有了完美的结局，这份完美得来不易，它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，爱使我们彼此包容，关怀与谅解能让人性发出无比的光辉。感谢您这些日子以来对《鬼丈夫》热烈的支持。